是在百慕大三角，吓到了吧？百慕大三角是什么地方啊？我忘了，你是只没什么常识的鸡大叔。我不是大叔啦！黄鼠狼！鸡爹，鸡爹，快看，来，快看！我跑了，你们逃不掉了！追上来了！嗨，可爱的小鸡们，百慕大的天气可真好啊！今天快一点，快一点！你别喊了，我知道了。瘦高高，小鸡们跑了！可恶，居然不给我面子！气死我了！胖乎乎，准备攻击。是。嘿嘿嘿。嘿嘿。哇，吉丁的驾驶技术好棒啊！那当然，也不想想我是谁。哦，热气球，师傅吉丁，快看。我来查查看。让我把它放大看看。1936年的热气球。1936。哇，古老的热气球一定有武功秘籍。嘿嘿，那儿一定有好多好吃的。手高高，打扰我没有好下场。我有办法了。看他们怎么嚣张！胖乎乎，再次攻击。OK。瘦高高，那是什么？胖乎乎，你个笨蛋，管那么多干什么呀？瞄准小鸡。发射！救命啊！难道是错觉？我居然觉得有点冷。拜托。不是吧？有那么冷吗？别拿我们这些正常人跟你做比较。谁叫你们平时不跟我练功夫呀？现在后悔了吧？正所谓。这是什么情况啊？应该是。什么？高空冷气流？什么意思呀？总之，我们要尽快脱离这个冷气流，否则没等到出去就被冻僵了。可恶，怎么突然那么冷啊？好呼呼，笨蛋，快醒了！我差一点就吃到鸡了，干嘛叫醒我？笨蛋！想只能创造，不能虚构。现在我们要为了理想而奋斗。胖乎乎，我们上！是，发射！跑！黄鼠狼追来了！司令，现在怎么办呢？当然是反击啦！好戏就要开始了。
看来小鸡那边已经不行了。胖乎乎，我们给他们致命一击。小龙，接下来就拜托你了。给你们个榴莲尝尝。消失了，小龙、熊大鸡，为了安全起见，我们赶紧离开这儿吧。重新调整航线。稳定了，嘿嘿，小鸡，你们也给我安静点给我安静点你喊什么呀，胖乎乎？看前面！没事没事，咱有灯。什么情况？怎么会这样啊？这是什么呀？百慕大的怪异气象又出现了！黄鼠狼，快离开这儿！瘦狗狗，快离开这儿！看我的！呀！出来了！这难道是时光隧道？哇，好奇怪的棉花糖！又是什么情况？大气压力直急增，飞机失控了！这是什么？小鸡们怎么跑到我们船上来了？天上掉小鸡呀、啊！黄鼠狼。请安全驾驶。安全驾驶。飞机早就不听使唤了。你们看前面。前面。前面就是出口了。出来了。
这是什么地方呀？难道这里就是时空隧道的尽头？啊，不好！想跑，我一定要抓到你。挺起胸，别再犹豫，在大草原上驾驶着轰炸机。睁开眼，这是哪里？正待在鲸鱼肚子里。